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前两天卖红薯粉条超过了我的预期，然后第一批订的纸箱子不够了，我又在网上订了一批，现在到下面了，我们下去去拿一下。走，多多你就不去了啊，回来，多多，来，回来，快来快快快，感觉挺多的，我拿不上来，我让阿姨打电话叫叔叔开他的车给我拖上来。一把，人家半个羊一把。叔叔还有一把啊。嗯。哎呀，啊，那个叔叔在打牌，然后说还有一把，我们在那烤个火，等一下他。阿姨，这里熏的腊肉啊？这里是牛肉，这一块也是牛肉，这里是猪肉、腊肉，这看着好好吃的。这里是四姨喂的猪。就是土猪，对吧？嗯，土猪肉。土猪肉很甜，很香的。这里放的腊肉、香肠。哇，你搞这么多香肠啊！嗯、叔叔，哎，叔叔，叔他打完牌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去拖，走。这还有倒钱嘞？倒钱倒。哎呀，说你，你看我两两分，说你赢了还是输了呀？输了，明天我阿姨不让你去打了，输了。去拖纸箱子。箱子。嗯。你小东西。你明天去少东啊？啊。有底气啊。哎呀，说这车没有反光镜啊，那你倒车怎么倒啊？怎么看后面啊？从那个缝子里面看吗？那大的，然后加这两个是吧？嗯嗯，你给我六档啊，我就是六档。啊啊啊啊！但是我有点七档。嗯嗯嗯。为了把这学过来。好，把那个小的放我上面。好。哎呀，是哎。好，我先把大的拿出去。喂，哎呀，哇，居然这么重啊！那是你拿这个，我拿小的。好了，就这么多。说我坐后面吧，我扶着点吧，不然掉了。嗯。哎呀！我天哪！阿姨，这是啥？送的宽粉吗？啊？哦，我知道。哦哦，好。我们刚才还去拿了，说开车送上来了。这是在下面那个爷爷家收的宽粉，他们送过来了。哎，来叔，我拿这个小的。嗯。你那里好不？哎。哎呀，挺重的。那叔给你钱，给，哎呀，这么远，东西那么多，给，拿着，
我不知道够不够啊，够吗？回了，真的。谢谢叔叔啊。